Yo， 大家好，我是七七老大。距离我们上一次的这个年度爱用保养品，好像也是已经快要一年啦。真的是很多的粉丝都是留言问老大说：“哎呀，怎么吼音讯全无，下落不明呢？”啊，主要就是因为哈，老大今年是这个买了新家啦，现在钱全部都拿去缴贷款，家境简直就是相当的清寒。好啦，开玩笑的哦。本团队真的经过一年的测试啊，2023绝对必买超级好用的七款商品，不买你会后悔到垂心肝的，到底是哪些？马上开始吧。来，我们年度必买之一就是我们 Daisic 九宫格眼影盘17号焦糖奶油色啦。它能干嘛？我介绍爱用呢。啊，男生就不能推荐是不是？啊，不行哦，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女生的朋友，我总要知道哪一些好用，才能跟女生打成一片。哎，死掉了。好，今天这一盘哦，17号色 Butter Cream 就是我们的奶油啦。那它走的是一种非常韩系、低饱和、奶茶色这种感觉。小红书基本上热到不行，韩妞人手一盘，好不好？来，今天我们是谁要示范？若琪，好不好？来，若琪，好了，来，这个的厉害之处是什么？因为它一盘有九色，好不好？你基本上啊，可以啊，就是一盘搞很久，给它加加减减，9981种哦，你就是哦，会弄出来非常非常的精彩啦。基本上这一盘是颜色美啊，粉质很优秀，它不会随便给你乱飞粉，而且它颜色是很自然哦，非常非常不挑人，即使是像若琪这一种，也能够完美的驾驭啦，好不好？就是。是这个妖孽感稍微比较重一点，大家赶快开始好不好？若琪啊，这最近也是询问度很高，只要想要认识他的好不好？老大提供他的 IG 给大家，就是后面两码不给你们，自己去找。好啦，想要认识若琪的可以去追踪他的 IG 好不好？啊，不然这样子好不好？不然这样，你自己画一个，另外一边往里画。我要。我超会画，你傻逼，我超会画的。首先一开始金色大面积打底。完蛋，他弄那个我就觉得很恐怖，你知道吗？来，眼睛闭着，人中拉拳，干嘛啦？这个手筋就是完蛋了，我的眼睛完蛋。好，有了吧？有了吧？这已经赛德克巴莱了。你有了。好，我看一下。白头。来，那个嘉豪、小周、月林，你们站在那边。你们觉得左边、右边哪一个跟你们约会，你们会比较喜欢？3、2、1，举。赢了吧？什么意思？赢了吧？赢了吧？跟我说你都会化妆。不予置评。很好看啊，我看看。你都画了眉毛，现在眉毛下面。没，不是那个是，那个我跟你讲，米兰时装周的那个叫什么决战什么什么什么，有一个光头 gay， 然后他就拿起来的时候翘起来，对，就很蜡笔的扫，这个很浪漫的东西，化妆就是一件很开心的感觉，这样子，我就是照着他的了，然后结果你看，男生选的是我，对不对？好啦，你们看画完啦哦，它这个成品啦、真的是很适合秋天的奶油色搭配啦。这个就是几号色？17号色，好吗？好、还有除了这个之外，11号的巧克力色，16号的编织冷盘，老大都非常推荐，他们家的颜色基本上百搭不会出错，非常实用，这一瓶就给你拿回去。没有要什么意思，唯一美中不足啦，价钱不会太便宜，对不对？多少钱？700块、800块，算是有一点小贵。必买指数就是8.8颗星啦。再来，年度必买之二就是我们蓝吉儿的极致双 A 紧致提亮精华霜啦。跟你们讲，选男生哦，你不能只看帅的啊，渣男直接就害你遍体鳞伤。那当然，选抗老的保养品也不要只看到 A 醇你就高潮啦，有可能会太刺激哦，害你皮肤很敏感哦。A 醇的保养品啊，老大是大推蓝吉儿极致双 A 紧致提亮精华霜啊。为什么？它双重的抗老成分，A 醛加上 A 醇，能够促进角质的更新代谢，同时啊去啊修复抚纹。再加上啊，它的这个 B5 泛醇以及 B3 烟碱酰胺，能够提高你皮肤的保护力，深层保湿紧致，以及维他命 C 甘草酸二甲，
它提亮肤色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厉害。好，这一瓶呢、啊，基本上我觉得啦，它是各种的成分哦配比非常的全面。好，质地啊，它一点点像这个奶酪的乳霜状，擦起来啊，它的滋润感很好，而且你们看，真的是不到30秒就会吸收，好，绝对不会黏腻啊，不会有负担啊。好，男生啊，你如果不喜欢脸黏黏的，哎，这个就很适合啦。好，我自己用完2周啊，好，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啊，皮肤变得很水嫩、很滑、很亮、很蓬润。好，如果你的皮肤啊是真的特别干的话，哎，你就可以搭配它的精华液，哎，绝对就是如虎添翼、助纣为虐啊。啊，好，总之啊，搭配使用啊，紧致啊、Q 弹就更上一层楼啦。好，这瓶霜50ml，599块，不贵，成分好，效果好哦，小资族真的可以买。哦，媲美专柜的等级啦，哦，算是老大心中啊超高 CP 值修护的保养品，必买指数直接就是9.6颗星。再来，我们年度必买之三是 Medi-Q 的全能维他命 C 透亮爽肤棉啦。啊 ，Medi-Q 啊，基本上我又称它叫做韩国爽肤棉之王哦，因为他们家的品质是确实很不错。如果你想要当白雪公主的话，皮肤净白粉嫩带光泽，哎，这一款哦 Medi-Q 的透亮爽肤棉你一定要买啊！主打的是沙棘果的萃取液，加上50万 ppm 高浓度的维他命 C 以及维他命 E、Q、P， 它可以彻底的去改善暗沉，降低色素沉淀，再加上啊烟碱酰胺 AHA 的果酸代谢角质。温和焕肤，减少细纹，所以无论你是这个经期后啊，脸色很灰暗啊、衰小的，或者是你熬夜之后皮肤是干燥细纹的，我告诉你，这一瓶就会是你的救命稻草。好，它的用法也很简单，洗完脸之后啊，你先用这一个圆点印花面啊做2次的清洁，可以温和的代谢老废角质。好，再用平滑的这一面边擦边轻轻的给它按摩，就能够加强啊保湿精华的吸收。想要啊效果更好的话，我告诉你，你直接啊给它上脸湿敷，3-5分钟，再轻拍按摩就可以啦。只要1周睡前呐、用它个3-4次，2周你就能够感觉到皮肤啊明显的提亮，再斑呐、瑕疵啊也都会变淡。用完2瓶，我告诉你不夸张啊，你照镜子一看，嗨哟哈，仿佛是啊看到第一才蓄的帅气容颜呐、哎呀，真的是不像吗？啊，不像吗？啊，有点像马东石最近。这样子一瓶呐、70片啊 ，NT800好原整，好不好？一片不到12块，好，比你买一杯这个手摇饮还要便宜啊！好用方便，超推荐，必买指数直接就给它9.512颗星。再来，我们年度必买之四是这个木塔的杏花微雨水光嫩白沐浴乳啊，太多人，我告诉你啊，脸保养相当精致，但是身体啊粗糙啊暗沉啊，摸下去啊跟那风干拂橘皮没两样啊，这个冬天请不要再败絮其中啦。木塔的杏花微雨水光嫩白沐浴乳，哎，名字相当的诗情画意啊，干什么？厂商是琼瑶的粉丝是不是？哈，但是这个不夸张。我跟你讲，它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要求我家水费都快要贵20%了，就它害的。顶级的氨基酸基底，再加上7种的亮白植萃，专利锁水的磁石，以及瑞士的皇家水芹，哎，这一瓶我告诉你有荣获欧盟的天然有机双认证标章，好不好？能够改善暗沉，保湿锁水，透亮肤色啊。对于黑肉底的或者是这个肤色不均有瑕疵的人啊，哎，你就要超级适合洗它啦。说不定这个黑龙那抓来一洗，哎，直接就洗成一条白龙啦啊，好不好？真的啦啊，老大洗完之后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哇，原来也可以这么好跟开了美颜滤镜啊，开到最强一样那个光泽感啊、滑顺感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调香当然也很厉害，这个什么栀子花啦这个杏仁奶香啦淡淡的很清爽，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他们家也有另外同系列一款叫做油痘肌专用的也是非常好用，一瓶啊600多块不便宜但是成分啊是这个非常顶级天然，必买指数9.3颗星啦。再来，我们必买的年度之五叫做 SK2 金钻极致奢华超导精粹啦这一款
款呢、啊，真的是 SK2 的这个加强版神仙水，它不仅会让你皮肤好到发光，还会让你哎口袋两光。好，为什么？因为这个价钱哦是普通版快两倍，这一瓶好像要8000还9000多块。哎，买完你就可以直接坐在火车站骑到了，好不好？好，但是啊，老大真的是强烈推荐，35岁以上，你经济能力许可，绝对绝对要买。为什么？金钻神仙水 Pitera 是普通版的8倍。哈，修复紧致、抚纹抗老的能力简直不要太厉害哦！我自己用完哦，真的是有感觉到哦，皮肤跟一条海狗一样滑，而且对于它皮肤的蜡黄和暗沉，能够改善非常非常的多。好、哦，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混合肌，或者你是干肌，你就全天使用；如果你是油痘肌，你避开 T 字的部位，脸颊和眼周用就好。我、哦、相信我真的是啊，你用完，你皮肤绝对会进步。论功效，我会直接给他10颗星，但是加上价钱，好不好？大家就可能要量力而为，好，见仁见智啦。再来，我们下一个年度必买就是我们 ISOI 的玫瑰精华啦。来，五官正不正，可能是你爸妈呵呵哈嘿那个夜晚基因就决定了，但是肤质的均匀透亮是要靠后天的保养，哎，那你就会增加魅力啦。好，与其说这一罐它叫做美白精华，不如直接叫它瑕疵橡皮擦啊。为什么？因为它在韩国的美妆排行榜 Olive Young 连续10年它是销售冠军，哎呦，这很厉害，对不对？还不只会让你金掉下巴，还会金掉上巴。上巴在哪裡？哎，上巴是这个部分，好不好？不管啦，反正它的主成分哈，保加利亚的玫瑰精油，保湿修护，减少瑕疵，维他命 A 哦，能够淡化斑点，好帮助角质代谢，积雪草的萃取呢，更是能够舒缓敏感哦。来，直接给你们看，它质地是非常非常的清爽，你看这样子哦，下去，你看哦，分子够小，吸收很快，一推开哇，跟中化骨绵掌一样。就化成一滩水，好，再来，而且它伴随好一种淡淡疗愈的玫瑰香气，好温柔的就给你渗透进去，各种的痘印、斑点、蜡黄、暗沉、瑕疵都会有所改善。好，功效啊，跟使用感受啊，拢是世界第一定。是吗？是这样讲吗？我知道，只要讲很快，人家就会发现你不会不标准，是不是这样讲？对呀，啊，拢是世界第一定。OK 啊、哦，必买指数就是我们的很像外劳的人，必买指数就是我们8.8颗星啦。再来，我们的年度必买下一个就是我们的 Toriden， 是这样念吗？Toriden 护唇膏，好不好？啊，冬天天那么黑，风那么大，不止爸爸会捕鱼去，它还会让你的嘴唇很干、很裂、很脱皮，好不好？所以这一款护唇膏真的是我今年啊最爱。非常非常适合秋冬干燥使用啊！好，不要说每一次都是找这个女生来示范，好不好？这一次我们换一个人啊，小周来吧！啊，真的是本团队工作室最帅，就是最近最红，欸，本熊超赞，对，赞，真的是来啊，哦，好好使用一下，因为之前很多这个粉丝留言说，有人说想认识小周这种钢铁直男呐，啊，哎，今天我们就让他好好表现一下，你可以用正常的表情擦吗？不要那么猥亵，啊，你可以抹在手上吗？你这样用完谁敢用？鸡蛋！哎，这种斜切面一个设计就是让你可以挤在手上，然后这样擦的，钢铁直男，没关系啊。那这一支就让他带回家好了，好不好 ？OK， 护唇膏如果说是肛门有一点点痛，吃完麻辣锅他也可以挤，也可以擦，真的。等一下，是不是已经有擦过肛门了？没，我昨天有用过，好不好？对，它的质地啊是透明的啊，偏滋润。好，但是不会很油亮。你看，用完之后，干你怎么那么油亮？好，来，好点了，来，不是，我才正想讲完，擦完不会让你满嘴像猪油一样，结果你就变这样，就这样。啊，很滋润又不会油亮啊，保湿成分还有5种神经酰胺以及荷荷巴油，好不好？平常你薄擦，哎，像这样薄擦，好，这个滋润保湿，锁住水分，睡前像这样厚敷，淡化唇纹，修护皲裂，好不好？一条代购大概就是台币200-300块，哦，以护唇膏来说小贵啊，必买指数我直接给它8.5颗星，好好戴上去，好不好？上面的嘴巴、下面的嘴巴都能用。好啦，哦，就是为大家总结一下，哦，女孩们，你选保养品就像谈恋爱，你不要追求的就是今天擦，明天就怀孕。
不要追求的是今天擦好，明天就要变美，不是，越快速反而副作用它很强。好，尽量啊，你要去选择一些啊，能够是这个温柔对待，好，岁月静好的，才能够伴随着你们长长久久变美变好。好，订阅、分享、按赞，就是你们对我最好的支持啦，好吗？下次见，我的爱你哦，拜拜。可以擦，其实可以擦，你知道吗？我有一次看皮肤科医师的时候，那个就是吃太热、吃太油，然后结果那个有一点痔疮，他跟我说可以用护唇膏擦下面。是皮肤科医师讲，整支插进去了？不是啊，不是插进去，是擦擦。他还有示范给我看，他用自己的嘴巴示范给我看，他插在这边的时候，你不是只是这样擦，真的？我不信。皮肤科医师有没有留言告诉我这对不对？那护唇膏上面还有一颗玉米。对对，还有一个金针菇拔出来一个。